可是今天超紧张，因为知道小 S 世界超会跳国标的，就是今天来这里就整个有点摔门下马威。哦，真的，不是因为国标他是靠本地，真的。想把鸡尖扭断，福气快点走开你！街舞可以请 S 解释一下吗？街舞非常困难，就是你知道那国标舞里面拉丁的其中一种舞，它的特色就是它脚要不断，你知道，一直踹，一直这种，然后整个舞蹈都非常的快速，你知道，就是有累吧？很累，就是那种很难，就是很快，你知道？我只是叫你讲解而已。这舞真的很难，你知道？因为你知道，真的很，你知道，一直这样跳，好难，很难，很难，很难的，你知道？怎么停不下来？我下次帮你办一战机好了。这样子，你这样，你手交叉这样，嗯，然后你撑着我，对不对？撑着，嗯。你腿张开，再张开一点，然后我要从这边这样滑下去。OK。然后再把你抓起来。你不用抓起来，我就下去，然后你让开，我就会自己摆一个 pose 这样。哦。我会这样下去哦。我下去喽，你不要。OK。你可以吗？你读书人哎。那边接着后面。你如果抓好，你会滚成一圈。天哪，我真的是，我跟你讲，请辞。我跟你腿要撑着，然后就下去，这样抓住我，抓住我哈。好，腿这样开一点。要抓紧哦。对，好，一二三。你拎住，然后我脚就移开。所以说我应该会出现在这边，然后你已经走了，然后我就会在那里。我才怎么会在那嘞？大姐，我来跟你讲，恁在当作我妹妹要对吧？是，对。等下小姐后边要脱衫哦，准备好。好，今麦你。嘿，好啦，哟，谢谢，感谢，咱今麦过来这里，当妈妈过来，当妈爸爸，把东关带路带，今麦做我那个边挂哩。拜托，真正生嘛，卖发嘴手，唔捌看过啊！你讲，是是，这么厉害哦！来，小可是豆腐啊，听见？来，谢谢，小姐，来，来，阿边先给豆腐姐来。论吧，就是学过一点，所以精神是他的专攻恰恰。论吧，就是精神在于那种，不是这种音乐，是这种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是哪一种？就是那种，哎，他在笑，所以表示不是啊。是啊，论吧，就是在于你知道，跟男生然后。这样抵死缠绵的。对，然后你动作不能就是这样子，那样你一定要有那种 hold 的，哦，对对对，快快慢，前进快快慢这种。哦，哇，很不错哎，你会耶？我有学。所以你有渐渐觉得小贤在占掉你的一些这种以前也不会，我觉得他后的位置没有，他很努力，可是因为恰恰也不是你知道一天两天学出来的，真的，你可能会这样往前走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没办法，恰恰对，不要恰，这个很标准，那个出来，你有本事就不要回来好吗？你就留在那边。你都这么累，不好吧？因为他一直想嚣张。我的情人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是一定要的。他比你做得好，或是这样子。对，哇，他比你会揉哎，你为什么不会揉？乖乖，走开了。你们进攻进攻，这个搬走搬走。哇哦！
觉得所有东西都很好，但是后来其实前面都很好，但是后来这样的头就老派。对啊，为什么会这么老？手就很想指啊。请你不要把我拖下水，我没有很烂哦。Sorry， 是我比较烂。哦，最美的女生，最美的女生。说实在，这个小 S， 你吸一口大气，你怎么了？这个代表一个人嘛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谁呀？月亮代表我一真的长得很漂亮的，谢谢你。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我从来不明白命运是什么，命运是什么，是与你一相逢总是不寂寞。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，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。不管你心里是否有个我，我永远为你祝福，愿你快活。我可以不知道，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接触我。